瓜水，竹根下的活水，爱自己就喝瓜水。赢家供酒为您报时，观众朋友中午好。中午好。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。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。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4月下旬在北京举办。那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，到2年前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办，一带一路从愿景到现实，正在朝着和平、繁荣、开放、绿色、创新、文明的方向不断走深走实，结出丰硕成果。和平合作、开放包容、互学互鉴、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有了新的内涵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达成广泛国际共识。下面我们通过这份一带一路的成绩单来快速浏览一下这5年多来共享文明的丰硕成果。